咱在座的大兄大弟、师兄师姐，大家晚安，大家好。啊，咱讲这七经段哦，你甲编四十二页，第二行十一字开始，咱就要来讲。这就是哦，王重阳祖师啊，即卖咧甲这个马丹阳甲孙不离讲道理。伊讲：故必专之所至，树言无所思之教，马无所停之蹄。四归于静定，伊讲你今仔日啦，要吼，你爱有法度啦，你有法度将这个意，咱这个心意吼，会马甲伊拔起来，咱的心这个只狗吼，甲伊锁起来，吼这只狗无法度来搞怪，吼这只马无法度安尼来走，等于就是讲哦，自这只马甲这只狗吼。改规起来，互咱的心达到这个集中，吼，互伊定袂叮当。对这个心言意骂，咱即摆来看咱修真路伊的解说。心言无所思其教，即心静；意骂无所停其蹄，即心定。修真路讲。咱这个心啊，这只狗吼，卖互伊吼搞怪吼，卖互伊搞怪。那安尼，咱吼，咱心自然就会静吼。咱心就这样。啊，咱这个意，伊就甲比如讲，那像一只马，一只马吼，你都唔通互伊出去外口一直走啦。吼，咱的意吼，咱的心意卖一直向外，一直像迄只马，一直去外口一直走。安尼，咱身躯就会定，这是咱吼，咱修真路甲恁讲。所以，咱一个人，咱修行上要紧，就是讲咱的心爱静，爱静啊，心呢爱定。你吼，你一个人吼，这心来定吼，啊，就袂搞怪。看到外口的形形色色，都袂想东想西，想要爱都袂搞怪。哦，袂心袂滚，你准滚就对。安尼哦，一直滚啊滚。哦，讲开就是。袂想东想西啦，无这个磨练。啊，你的意啦，卖我安尼吼，要向我像迄个马安尼，要一直走，你身躯吼才会定啦，定。哦，啊，咱即摆阁看到这下文落去，静定之功，领夺天地之法。伊讲你若安尼哦，你一个修行人，你若法度达到这个静甲定这个功夫呢，你就法度夺天地阴阳啦。啊！即马阁刷落去，阴阳妙理，宁静即万里古消。讲阴阳啦，吼，讲阴阳即个妙理，你若法度吼心会静，心自然即个无磨练。啊，你若吼，你若心静的时候，你磨练嘛，自然就无去啊啦，吼。你一个吼，啊，再讲宁静即一念不明。伊讲你一个人若有法度定啊，咱所有的念头吼，一丝丝啊吼，拢生袂出来吼。即摆讲吼，明就是咱像个草啊吼，要发这个意出来，迄就是磨念。咱一个心若有法度定哦，啊，这念头吼，袂磨念，就什么物件拢想袂出来，干那会按静来。啊，即摆静就是啊，咱干那心静想讲。咱家己要安怎修养，安尼尔，袂去想着外口的代志。啊，搁再说落去，顺理行之为凡，逆理行即为先。讲即句话吼，咱就要注意哦。什么叫做顺行？就是凡夫。啊，那逆理就是先的吼。吼，啊那安尼讲个啊，逆理的代志就是先。这意思毋是安尼啊？你一个人哦，你若发多吼。安尼哦，看这个水底吼，安尼水人，然后水啊，水下下流落去，水下啦，一切只有伫顺啦，顺俗啦，吼、哦。咱的水大呢，你啊看水下下流落去，这顺俗，吼、哦，这都是凡夫俗子啦。一个人有法度逆向，安尼来行哦，这都是仙佛啦。但是哦，即么即句话，这是再过来讲，等下下句你就知影，讲
要是心内无一毫杂念，无一点障碍，就是讲咱的心的内面哦，一丝丝啊，这个杂念啊，这个魔念啊，拢无去。你若有迄个魔念，啊，就有个障碍，因为咱烦恼就是咱修行哦，上界吼大的这个障碍啦。哦，啊，搁刷落去，空空荡荡，不接一物。讲哦，你一个啦，一无所有，卖去哦一个物件，甲咱念掉，卖去哦一个什么物件，这个世俗的代志哦，甲咱念掉咧。哦，即马就是讲不着一物，搁刷落，渺渺明明，目的一样，就是讲哦，一无所知，人讲讲。蒙蒙渺渺，啊！你什么都唔知呀？哦，什么吼、哦？蒙蒙渺渺，什么代志都唔知呀？哦哦，这吼、哦，这袂用去讲吼，这一项的代志，有一项这个世俗的代志，甲咱搅了，搁刷落去。所以一丝不挂，一点不染，处乃多智大略。伊即马讲吼，这王重阳。祖师甲伊讲，讲我即马甲你以前甲你所只讲的只个道理，就是你一时时啊，拢你的心拢无挂碍，一时时啊，这定相拢念袂着，这就是这个道的大开啊啦。讲到这里吼，啊，咱即马就唔免阁看书啊啦，吼。伊讲吼，其他也阁有真多，即马就讲。要讲这个道理哦，唔是讲一时得就好，法度互你讲啊明白。讲也阁有真济奥妙道理吼，吼无法度去表达。你就要用你的心意去领会。等候，伊就讲等候你进步了后，我决定甲恁指点这个大道。迄当时啊，这个马元月啊，啊伊自己哦，就家己出一个道号啦，叫做丹阳哦，丹阳哦。丹就是啦，咱咧炼丹，你咧丹啦；阳就是阳气，迄个阳，叫做丹阳。啊，因这个牵手哦，这个孙眼睛咧，伊家己嘛出一个道号，叫做不离啦。这不离的意思，就是讲永远无两个心，哦，无两个心，这个心的意思。哦，啊，当道号因阿公阿婆出了后咧，马丹阳甲孙不离啊，两个。啊，就来拜这个王重阳的为师啊啦！啊，就安尼就回去伊的这个房间啊啦。孙不离就对着吼因妈丹阳，伊这翁婿同安讲，讲咱当时哦，也未拜师学道的进程，咱是翁阿婆呢。啊，今仔日哦，既然吼甲当拜一个师，啊，咱两个吼即马都爱称道友，我称呼你做师兄。啊！你称呼我为师庙，啊，自安尼了啊，啊，两个翁仔某吼，都个人吼，都设一个啦，设一个这个净房啊，啊，就去修行啊。迄当时两个翁仔某修了一段的时间呢，啊，有一日啊，因两个翁仔某啊，就过来过这个来这个王重阳，因师父这面前，就要过来请教吼，因师父这道理，讲师父啊，你前日你讲这性吼。是先天的物，吼，咱以前讲这本性是先天的物啊，但是我唔知呢，唔知讲吼，什么会叫做先天？希望师父你用个甲我指示一下，安尼。王重阳就讲，先天是混沌的一气，无形无色，因为你无法度用着这个嘴随便去表达。这先天是无法度用咱的嘴去表达，啊，咱即摆来编这个七经段的四十四啊，伊有一首的诗，安尼讲：心外求仙路就差，水中月影镜中花，先天妙理君知何，只在一心便可挂。伊讲哦，咱今仔日要学多。你的心哦，吼，你若讲你的心哦，伊讲心外，讲那你的心哦，想要在这个外面要求仙，那安尼哦，你这条路哦，已经都行唔对啊，路就差。你若干那要在外口去求仙哦，这条路都行唔对啊，哦，都差啦。你今仔日心啊，外面讲要求仙，就那亲像啊呐，
那亲像这水的水中的这个月影，吼，你来看水中哦，你来看迄月哦，啊，你来看迄个水影，水中内底都有一个影，吼，那亲像这月在水底，啊，你要甲望嘛望无啊，吼，嘛望无着迄个月啊，吼，迄是空的物件呢，啊，那好亲像啊，讲好亲像这镜的内面这个花，一朵花，你甲看在放在这个镜的这个面前哦。啊！镜底内底有迄滴花，啊！你镜内底甲望迄滴花，根本都无，是空的物件啦，吼！啊，无要挽嘛挽袂着。对这个先天妙理，到底你是知也唔知啦，吼！吼，真正先天的妙理哦，只在你一个心，伊讲只在一心，你都有法度呢，自安尼就甲翻过去，翻过到翻过迄、那个佛，翻过这个三宝世界。过去到佛祖去变化，可以去变化哦，这道眼。所以咱佛家定讲讲波罗蜜，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大家佛祖去变化。啊，那佛教就是讲爱坐船到去变化。啊，即卖这诗啊，就是描写讲，你今仔日哦，只要你有一个心，你的脚就有法度甲踏过道眼哦，咱这个道的这个岸。所以对这首诗吼，会用讲是讲到真正是对，唔是干那道教安尼讲哦。哦，咱即卖这七经传是这是道教，唔是干那讲道教安尼讲。哦，佛教伊嘛同款安尼讲呢。虽然是文殊无同，但是道理是相同的。你若不爱相信哦，我来引《金刚经》一句话来做参考，啊，你就知影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离落歇离电，应作离时观。金刚经讲安尼啦，讲所有的一切，咱看得到有形法，就是咱所有目睭看得到的这个代志啊。那像这个面梦，面梦哦，你老当哦做梦哦，哦做甲你哦。将逼真，暗棍啊，精神啊，都无啊，吼，你面盲都无啊。那像这个幻幻啊，那像这个幻境，安那幻境电影啦，这个幻泡水泡啊，你即马就面汤水哦，甲啪啪啪，爱变水泡，唔过无偌久就无去啊。那像这些影，哦，咱即马这影，哦，我即马恁啊，你来看看，我这有影，你这影对咱的影镜。你做先啦，做较大就行较远，啊来做较少啊就较好，就较无。这就是讲你的影吼，你这电话啦照到影，啊唔过先啦无去，啊就消失去啊，好这样。啊那像这露水啦，露水吼你若热天吼，啊有迄冻露水，迄露水吼啊你来看迄树啊啦，也是讲迄草啊有迄露水，唔过那日头出去，啊就无去啊，吼。那像是这个电，这电就是啊，咱即卖唔是这电费哦，较早释迦佛祖在讲道理无电啦，好不好？迄是咧讲哦，我讲心啦吼，心电嘛吼，加一电，这些啦，即句话是啥？释迦佛祖讲，讲你啊甲当作啦，一切所咱目睭所看到，你甲当作是安尼啦，就是面貌啦、环境啦。水泡啦，咱的影啦，咱的露水啦，搁咱的闪电啦，安尼解看，无孤单的，唔是干那哩，这间厝嘛无孤单的，搁讲一较大嘞，咱在这个地球啊，嘛无孤单的，哦，咱老这是咱老师讲，那一般的宗教，无讲到这，咱老师讲，咱这个地球啊，到这个129,600年啊，因为迄、那个。太阳啊，迄日头啊，射一定，安尼拄啊129,600年哦，咱这粒地球都爆炸，嘛是无去了，嘛是同款无去。所以你安尼看，啊，什么叫永久呢？咱的佛性，咱的佛性，你若生若修到这个不生不灭哦，在这个无极天吼，啊，都拢永远啦，哦，会使讲。千千万万年哦，万万年哦，这是咱释迦佛祖讲的。所以讲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离落歇
如电应作如是观，你爱甲看，就是讲无孤单的。对这个问题，咱过来看咱这个慧能六祖伊的一句话的看法。慧能六祖，梦幻泡影业，是名有为法，若无为法，即真实离名相，五者无诸业。对这个问题啊，对这个注意甲注意吼，这是连结的啦。哦，即卖吼，咱老师是讲有为甲无为，这是相反，但是要讲的道理是连结的。啊，所以伊就讲啊，注意甲注意就往这个佛学书典来讲，有为为者造作之意，有造作为之有为，凡因缘所生之事物。该有为啊，无因缘造作物无为，即真理之义名。即摆即就是吼，你即摆就爱知影讲，伊讲即个有为啊，为就是有一个造作，有造作就是啊，安怎有造作呢？比较讲，你若要点一个五谷，一粒种子。这就是为个点到都有自作，吼，这都有自作，有自作。啊，那有自作都是有为，啊，那有为呢？因为你这粒切啊，个掂落去哦，啊，掂落土地吼，啊，伊就会播芽，啊，播芽就会啊靠咱种啊农夫啦吼，该压水啦吼，哦，该压水啊，过当有阵许这个日头啦，该照伊就会大长，这都是有自作啦，哦，这都是有自作，就是讲。凡因缘所生的事物哦，拢是有为。安怎因呢？比较讲哦，恁来听这个道理，就是来这道场这听道理，这就是因。啊，安怎呢？啊，我自老师讲的道理讲给恁听，啊，这就是缘，哦，这就是因缘啦，所生的事物，这拢是有为。安怎有为呢？咱在这讲是点半钟尔。啊，即摆来讲煞，啊，就大家拢转去啊，哦，这无久长的啦，哦，无讲永远拢在，哦，这就是因缘，这就是有为啊。啊，若无因缘造作无为，这就是真理另外一名。即摆无为就是讲真理另外一名，哦，你即摆你都爱知影。所以这真理就是讲咱爱人爱咱爱去领悟，因为真理是无形无相，咱必须爱家去领悟，哦。必须要去领悟。咱现在看道教大书典，道家以由因缘自作，离生一切事物之法，称为有为法。无为法，即道之真理啊。对有为法而言，啊，这道教书典加这个佛学大书典，这你若看顶回注解，这种意思很快。但是咱现在就要来看这个六祖。伊来讲的这句话，咱来看注解。慧能六祖，这慧能六祖会使讲哦，咱会使讲咱中国吼上界出名。伊唔捌字哦，但是伊只有听到这《金刚经》，去迄个弘忍大师遐五祖讲，应无所住离生其心，敢那听到这句话，伊就开悟啊。伊就住这句话，应无所住离生清净心。啊，你落去哦，去悟悟噶吼，伊所讲的道理吼，会使讲哦，咱中国会使讲禅宗哦，上界出名的哦。你来看《玉祖大经》就知影，伊讲梦啦、眠梦啦，啊，这个幻境啦，吼，啊，这水泡啦、这影，这拢是阻碍咱修行的这个业，这是有为法啦，这是吼有作为的吼，这有作为的。哦，就是有为法，就是有这个形形色色，吼、哦，有这个形形色色。假使若无为法，啊，若无为法，这就是真理。若无为法啦，就是真理离这个有为啦，离一切形形色色。咱今仔日修行哦，就是爱离开这外口一切形形色色，哦，爱修咱这个自性，哦，爱修咱这个自性。无离这个名相，就是离开这个有为法。你若有法度开悟，啊，你就未做这个讲吼，未做讲咱要修行这个业啦吼。对这个问题，咱都爱知影哦。但是咱来知影，
对这个讲有违法无违法哦，咱嘛要注意。咱吼，咱袂使吼，这个有违法甲咱绑掉咧。有违法就是讲，袂使外口一切形形色色吼，心吼咱去念掉咧。安尼，那安尼咧，你就变吉祥啊！哦，所以当今的人就会去吼变这有形有相，就绑掉啊，就变吉祥。但是咧，你嘛袂使讲。啊、我是在修这个吼无为，我吼我修咱的自性，你嘛袂使呢。你若修啦，按你讲，按就变接空的。所以有的人呢，唔是接相，就是接空。你若接相的人，就是爱形形色色啦。啊，你若接空的人哦，就讲啊，我咧修先天的咧，我咧修我的自性，啊，就无爱插别人的代志，唔是。所以咱佛云六祖这样讲讲，依相离相，依空离空。虽然啦、啊，咱心哦，咱心是无爱受这个有形相，唔过人外口哦，你爱去爱去，你爱吼爱去插这个有形有相，比较讲安怎安怎有形有相咧。人迄庙呢咧闹热，咱也无闲就免讲，咱也闲啦。讲某人啊，迄庙闹热吼，啊，咱就来斗三工好啊，啊，咱就去斗迄搭，甲人结缘。啊，咱去啊吼，去啊吼，去甲人安尼哦，甲人安尼结结缘的时候，人迄庙人吼咧，吼迄庙人神明圣诞哦，咱唔是要去大讲要面，就是望这个神明甲咱保庇，咱唔是，咱是要在遐结缘啦吼，要结缘啊，有当啊呐，知影甲对这个道理讲安怎甲修养，哦，这就是啦，依相离相，啊，依空离空呐，我虽然是修这个先天道，是爱修这个空。空境哦，咱的佛性是无的嘛。唔过咧，我爱离开这个空。我人阿讲吼，袂使讲啊，人迄有形有色啊，啊人阿咧娶新妇啦、嫁走囝，人阿讲啊，人阿放一贴来吼，啊无爱插人。我咧修，我咧修，我咧修行啊咧，我咧插伊，啊恁都唔对。咱也是啊，爱去共安呐。这就是依空爱离空，咱也是要爱去包一个红包吼去，啊，若有缘哦，啊，嘛去甲参加啦，吼，这就是讲依相离相，依空离空吼，这就无为离有为，有为离不为啦，有为有做，但是我的心哦，袂讲要慢讲啊，当吼，当去到迄个庙里了。啊，神明甲我保庇，我袂。啊，我插世俗的代志，我袂想讲吼。啊，伊后界就爱对我好，咱心就是讲有为而无，就而不为。吼、哦，啊，你若讲接空的人，啊，就变插头昂啊。那安尼，啊，你嘛无法度讲去行功立德啊，你嘛无法度去做功果啊。吼、哦，所以爱讲啊，有为学有，不卖讲学伊这有形事实，但是无为哦。咱爱去甲人参加，这道理吼，咱爱了解啦吼。这我口才是无好，但是就是讲吼，啊，让恁了解的就讲，啊，依相离相，依空离空吼。啊，即卖人唔是啦，那这个那做这有形式的人咯，伊都卖咯，卖这形形色色，啊，伊都吼，伊都无要修自性，啊，那修自性的人哦，啊都。无爱插吼，无爱插世俗代志啦，安尼都无法度甲人结善缘吼。这都是吼，咱即马咱吼，这慧能六祖就是安尼甲咱讲的即句话，就是我爱离开这个名相。你若有法度开悟，啊，则无这个有这个咱修行这个业甲人阻碍。啊，时间拄啊到，对这个讲吼，对这个讲，这个六祖这个文哦，咱理顺啊做。祖师哦，下期有详细甲恁解说，吼，即有详细甲恁解说。啊，咱下期咱再过来吼，再过来探讨。啊，最后我祝福恁在大贤大德，啊，师兄师姐啊，身体健康，道业精进，谢谢。有在咱人的心中，万教合一，淡多是不淡钱，心是功德宝。先是功德的根本。